不多的时间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过自己千遍万遍，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。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，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。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入愁肠，人间一趟如梦一场。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，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。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入愁肠，人间一趟如梦一场，江湖相望。跟我走。等等，小兄弟，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，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。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，我可以帮你断案，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，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，对吗？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，那你应当有自己的行牌啊，是吧？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？啊，下次啊注意遮挡点。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，你鞋袜干净整洁，可现在却蒙灰深沉，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，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，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。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，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，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。那百春院呢，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，佛比白石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，于是你想了个办法，就和百春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春院。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，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，所以你才来这里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？你也参与其中？你忘了，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，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。只不过呢，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，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，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，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。你想一想，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，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？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破案，你放我走，如何？谢谢你提醒我。没错，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，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。哎，哼，我封住这两个穴，寻常人根本解不开，你休想要逃。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，我自己会查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。赶紧走，走。你连起死回生都不信，还信活人化金身还魂成灵童啊？你再啰嗦，小心我点上你的哑穴。少爷，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。小丫头，我从未说过自己是神医，又何来假神医之说？别理他，李二，这旺福呢？哦，
见过护贴和其他的，剩余符合的还有五个人呢。走，咱们快去看看吧。嗯。诸位乡亲，各位教友，仙师于本月初七禅退登仙，留下真言，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，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十童大会。为了以示公正，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。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，包括三家分坛、400亩地以及商铺12处。哇，旺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，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。鉴于师父没有留下任何名剑之法，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，在师父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，磕头请求名士。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，那其他的灵童呢？危险！快停下来！快灭火！这边，我们不是灵童，我们声称作假了，不选了。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，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，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，这是一起人为了纵火案。你休得胡言乱语！这是我刚刚在玉磬里发现的火石，里面有引线，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，这才会着火。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，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，平时随意丢在库房，并无人看管。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？没有。哼，这个是磷粉呀，磷粉才温一点就着。哎，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。既然你说这是纵火，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厮安然无恙，那现在看起来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。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？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，乃是百川院的刑探。我们刚到此地，也从未到过贵派，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？既然这一时半会无法自证，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，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，我们自然信得过他，但是这位旺福有没有和外面勾结很难说。他留下，等十通大会结束查明真相，再把他交还给你。等等，此事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，谁负责？公子有所不知，今日的灵山十童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，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。不行。诸位莫急啊，我呢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当不当讲。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，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童的方法，这才引出了乱子。那不如呢，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，弄清楚他的想法，不就好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师父已经先去，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？三师弟，阁下又是哪位？在下李莲花，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名。
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大侠起死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。哈，正是在下。久闻大名，没想到在此处遇到了您这位圣手啊。你要搞什么朋友？你看此事也并不简单，让我查出凶手，放我一马如何来？不行，你还是百川院的刑探呢，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？啊，你看一看，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被烧成什么样子了，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？再说了，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设你好得多呀。哼，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，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，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？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，假冒师父旨意呢？休得对神医无礼。我们信得过你，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。还有，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墓内。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，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。两位，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。说说吧，您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锹大侠和铁甲门少主，又是你耍了什么把戏？哎，这个铁锹大侠遇到仇家之后呢，不得已跳崖，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。你说这巧不巧？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，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。至于这个施文觉啊，这个人吧，一心想要考取功名，哼，却得不到家人支持。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，他假装自杀，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，我也没有拆穿他。这两个人呢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，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一传十十传百，这就传开了。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这所谓的名声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？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，一个人混江湖啊，总得有点长处。长处？你这叫什么长处？叫撞大运还差不多。你也别不服气，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这话说的没错。有言在先，若我帮你这把，咱们就算两清了。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。哎，你不是眼神好吗？咱们俩打个赌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。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还知道凶手是他三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。你凭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他这个手势眼熟吗？归西宫。不用探了。归西宫呢，最多撑三日，三日之后呢，需要在他的百会坛中学上施上三针才可见效。此刻呢，都过去十一日了。早就死透了。王青山施展归西宫假死，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，可那个人并没有为他施针，所以他就闭气而死了。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四个人之一，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，而这灵山派当中只有这四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哼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。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。你没发现嘴唇的金箔格外的厚吗？
是死前受伤了，所以凶手要用厚厚的金箔掩盖住血迹。你把他背后的金箔刮下来。你，帮你一次。难道是五督长？你认得呀？这五督长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的成名绝技。十年前金元盟被灭，教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，但还有些漏网之鱼，这星雷就是其中之一。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。怎么，去掌门登仙的地方看看，或许啊能找出其他的线索。为了破案，为了破案。这天际堂呢，精于设计，你应该懂得也不少。这次我考考你啊，这大变活人的把戏是怎么唬人的？此事有暗格，果然当日奔雷手事先在石板下藏好一个金身，等王青山在众人面前入定假死之后，趁乱将这王青山沉入内阁，用金身替换。但你别忘了，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算他手脚再快，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。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掌门画的金身。金粉，我知道了。还行啊，不算辜负百川月行探之名。哼，哎，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？来，看看。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？有什么奇怪？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？本少爷聪慧过人，三岁便熟读三字经，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。对啊，这王青山五十有余了，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？除非他有一个孩子，他想找的灵童不是十六岁，而是六岁。这下就说通了，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，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，而是留给六岁的私生子，便只能用这个法子。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手给掌门出的，正好借此机会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和掌门聊一聊。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？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。小孩的签名，他既是私生子呢，不能跟他爹姓，那就只能跟他娘了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有个计划，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。过来。
你果然是个老狐狸，成长，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。王者们的头七已过，魂魄离体太久，在下已经尽力了。今日午夜回魂一刻，在下做法之时，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。我与掌门对话之后，会把掌门的意思传达给诸位。玄宗万气之根，魂魄入体各归其位，请。大师虽已脱俗登仙，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，只为请教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。明白了，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，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。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，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，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。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。在下已牢记，大师放心去吧。收掉了一半，只看到了一半，这到底是什么戏？这不就是鹤？我看得真真切切，是鹤。鹤。这是掌门昨夜给我的答案。有劳朴管家了。
正确答案就是贺兰。原来当真是你，你就是那个天选灵童。我不是，我明明上面是你明明教的白俊，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对吗？对。这短短几步路，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？朴管家。啊？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，快拿出来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这都是他的猜测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再说了，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，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！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了？昨日的那张纸上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贺字。是不可能。哼，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。一般人呢，看到烧掉的一半，也只会猜出是个贺字。哎，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复兴贺兰呢？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，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，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。走。胡说什么？什么杀死掌门？什么情人？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灵儿，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，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，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。远远一看，他就成了金身。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，奔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。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，却把大家都给骗了。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？这都是掌门安排的，我只是照做而已，不能怪到我头上啊。哎，这个朴二皇还在装傻呢。哦对了，我应该叫你旺夫的爹吧？还是金元盟奔雷手新雷啊？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，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，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。我猜测，这个王掌门呢，与这个贺兰烟女子有情，之后啊，便有了私生子。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，所以贺兰烟威胁要离开。可是青山掌门呢，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。便设好了一个局，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，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家中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，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，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。这样能行吗？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，若不依她，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，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，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要您退位，那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又舍不得儿子，于是你俩一起谋划，用琉璃镜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。原本三日之后掌门等你赐血将他唤醒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，之后你再以金箔涂身掩盖你的五毒掌。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，是你杀了师父。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。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哎，王守庆，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？
王掌门呢，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六岁的私生子，所以这个十字呢，与其他的字迹不符，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。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，其母姓贺兰。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夫表哥，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，无非就是怕这三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。你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夫，直到杀人灭口，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。你还真是个好爹啊，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，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。爹，真的是你吗？故事说得不错，可惜呀。哼，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，是吗？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，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，于是连夜赶去他家，想除掉他们母子。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汁，一旦洗手，便会变成黑色。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嘛。为师父报仇！话这么多，送你去见阎王！你放那边。劳烦你们先看过一下，我这就飞鸽传书，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要对旺夫说的吗？这个废物，他也配？狗东西！旺夫，少爷，别难过，等你长大了，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，啊。没事儿。哎，不用谢啊。什么不用谢？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。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？我感激你？嗯。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？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！声音小一点嘛。咱们下了山呢，就各走各路了，谁救谁重要吗？你怎么？哦，对对对了，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，我先去取一下。哎，没礼貌。方少侠，我们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听说百川院188牢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呀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就放了你。抓也是你，放也是你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不是我想抓你，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。你的死活我根本无所谓。说吧，你到底要什么？10年前，金元盟的三王杀了四谷门的单古道，还抢走了他的尸骨。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？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，你应当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？你是谁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。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，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，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，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。碧茶之毒天下无双，无人能解，
重者一个月之内骨节溃烂，皮肉脱落而亡。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把毒逼出来，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。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，除非你是那一个人。十年你还没有死。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句废话，百川月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。你胆子变小了，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没有武功，你是武功尽失。李相夷，我猜对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。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，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。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，我看未必。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，可惜我帮不了你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自找死路。今天我就替盟主杀了你。李莲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你来得及时。让你勒我，都怪我太厉害了，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，竟让他死了。是啊，谢了啊。哎，李莲花，你不是去拿东西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走错路了而已。啊？哎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哦，灵山派那三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，说要请咱们吃饭，幸亏我来找你，这不又救了你一命。谢了啊。哎，你不去啊？不了，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。狐狸精？30元。饿了吧啊，狐狸精。坐好，来吃饭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。嘿，真可爱。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，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。这就是莲花楼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还这里种菜呢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们两清了吧？就算是两清了，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？那本剑谱呢，本来就河南施家的，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，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。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？他帮过我一个小忙，当年呢我也有心计，他偷东西啊偷到我家里来了，还喂了我一把药，欠人情总是要还的。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。我不是啊，我很想赖着账的呀，但这个人吧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留着准备跟我吃晚饭呢。哎，好歹我今天救了你两次，我这酒都带好了，你不得把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？
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尝尝。嗯，这块上好的牛肉，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？还有，你看这藜蒿，一看就清清淡淡的，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，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新，这样就好吃了。还有，这栗子炖鸡啊，这一看就腥，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，用高汤去去腥。是吗？当然，你如果喜欢做饭的话，下次我教你啊，我可是行家。那就不麻烦你了。大哥，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？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啊。哦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从家里逃婚出来，我爹希望我上主，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，这比起庙堂，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。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百川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，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，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，你们倒好，你保住了神医之名，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，那我呢，我这还差着三个案子呢。哎，我看啊，你这老奸巨猾，我这武艺高强，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，一起行侠仗义，这钱的事都好说，你看如何？钱？你有钱吗？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来？再说了，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江湖风波恶，楼里莲花清。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，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。你，你再考虑考虑嘛。我若进不了百川院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呀？手给我放开啊！师父，你一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，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你师父是谁？哼，剑神李相夷。没事。剑神李相夷，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？这事没人知道。是啊，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。你不信是吧？哎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，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。在我十岁那年，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，就是四顾门的副门主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。单孤刀是你的舅舅？人世太匆忙，等不及地老天荒，来日要返场，换个神仙愿望。人世太匆忙，蓝绿青山情意你长，谁不是孤身走一趟。风却越吹越狂欢，挥洒下执烛天真灯，烛落落雨盼，一生拥容一生叹，手无不得心暖。酒杯一推纵身一跃，坦坦浮沉入凡间，若是兜兜转转不小心就断云烟，聚散的是一眨眼，情话微微共辗转，只盼能相约不相见。人世太匆忙，
等不及地老天荒，来日又方长，换个神仙愿望。人世太匆忙，浪里青山尽一霓裳，谁不是孤身走一趟。人世太匆忙，等不及地老天荒，来日又方长，换个神仙愿望。人世太匆忙，浪里青山尽一霓裳，谁不是孤身走一趟。